你看啊，这个瓶子我也是的，这里面我加了水啊，先给机器也调好了，先测试，让它试一个。这个要先这样放进去，这样顶着，手拿开好，因为这个是下面顶着。好，我先把几个都倒完了。先喷一下水，看漏不漏水啊？这水是可以喷出来的，这个也不漏水啊。对，不漏水。再看一下这个效果，这就是炸的。OK。